不行，大叔你后退，我不行不行，是不是啊？嗯，不咬。你咋这么凶呢孩儿？我们带你给你治病去，别这么凶行不行啊？你乖乖听话好不好啊？我们现在有绳，但是他不让我靠前儿，我得找别的工具。这儿呢，姐要看上他了。啥呢？这儿呢，狗子。这是一个爱心人士求助的，就这狗在这个公园这儿。然后不知道是遗弃的还是怎么的，我们这过来看看。这是成犬，你慢点啊，慢点。这谁呀？我呀。他俩他厉害，宝宝来。他脖子上有绳子，看到吗？嗯，看看他这有个绳子哈，耳朵那儿。这个狗现在比较凶的，我一靠近就呲牙。咬人吗？没有，你这有多长时间在这儿？今天早晨，每回来你都走，这回来就要一个人，不要是给整住了，整住了牵咱家去了，牵咱家去完了之后，那不绳子上都磕折了，跑出来了，给送过来的。这狗在这很，先给它整走啊！啊，我们救助站呢，那个别人就是求助我们给它整走。给它整咋整行呢？他就非得整个大锅肉给他封住，完了之后控制住他，他能什么？他能老，他能老，能让你牵到脖子上，要牵不上。哥回家啊，宝宝。哥，两口链子，过来。不能走，过来，哥回家。他现在是不让靠近，他一靠近就呲牙，而且是大型犬。这狗今年二月份在这儿啊，哎对，这在来回溜达，然后呢三月份前就不见了，说不定谁就给他抓住了，抓整个车拉到这儿来的，完了就在这嘎达始终就在这嘎达送过来了，是吧？给送过来了，送过来他就不走了，二月份上就在这儿了，一冬天冬天晚都在这儿来回溜达，顺着江来回的那个那什么，嗯，完蛋了，嗯，他不是，他有病了，他拉血说，大哥说拉血说，大哥对，瞅着他在这嘎达，在这地下那丢有血，有能磕磕的，就好像拉血似的。现在想办法。反正这狗，反正你要是救他，能给他救活，能救活。现在是不让你碰，不让你靠前。对，就是不让靠前。嗯，现在我们在这联系，找一些工具和人手来。对，养养看他都不行，就不要了。老爸，他在这二月份就在出现过，现在已经都四个月了。啥丢的你啥？找不着家了？啊？好像有病了，姐是不好说，你说他这种大型犬这么喘，也不好说，可能热的或者怎么样。跟我走吧，好不好？跟我们走吧，带你吃饭饭，这不跟豆豆了？饿了吧？就是小，那个大哥，对，那吃的给他啊，那是给他的吃的。有没有事儿啊？我们现在在这救了一只大狗，它咬人，没有工具，你那有工具吗？啊，你拿防狼手套过来，别打麻醉针。怎么了？要拿大套子。想个办法省个套啥的嘛，要不然这玩意一靠近呢。那这个狗是不知道，那个刚才环卫叔也说了，他可能是被人领回家，然后不知道咋回事又扔回来，然后现在这狗就是特别不亲人，然后我们没有办法，一会儿救助站我们取工具，让工人拿，只能是拿套它，然后把衣服蒙它脑袋上，因为这狗有病了，它现在急需治疗。拉血，继续送到医院治疗。现在只能是这个办法。照着样，喘是吧？喘是猴子呀。嗯。没办法呀、啊，这孩子咬人，我们只能要着急看病，只能先套上了。行，带他去医院吧，叔。啊，带他去医院，人刚从医院。行，去吧。啊。
你这你车那能放车呢？放车吗？走吧。走吧，哈，跟我们走吧。走吧，哎，跟我们走吧。带你看病去啊。听话，听话，孩子。哎，大哥来的从中站来，好像是三个小时吧，两个多小时。啊，不容易。走吧，孩子，听话。走吧，趴窝了。从这儿下去，大哥，从这儿下去过去。慢点。走走，孩子，慢点，慢点。怕宝宝，别怕，别怕，马上带你去医院啊！这是我们在九站公园救助的盲孩，现在这个环卫工人阿姨还来送送我们。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，就是希望大家见谅嘛，就是不得已才不会用套子。爸爸，大哥，你再摸摸他。在这里给大家说声对不起，因为这个狗咬人，我们不能靠近，一靠近它就开始咬，所以不得已情况下才会用这个套子，希望大家理解一下。然后我们现在让工人叔叔带它去医院，看这个狗到底什么情况。我们现在到宠物医院了。这是错了，受不了，是吗？中午吧，哎，慢点啊，听话，你看啊，听话。是那个睾丸肿了。啊。哎，慢点。拿棉签儿来给他踩一圈面。慢慢跟人熟悉了，给他推推毛子。他这毛长了。这个脚毛，这家个头不小，这草家没有零啊，不是零。毛都干粘了。这狗是在谁家跑出来的？完事儿扔的，人说三点钟开车就扔那了。这个扔的，你就说。那个阿拉斯加怎么样？我在公园救着呢。阿拉斯加是后边那个你看着那个一大块像烂了似的，那是那个阴囊感染了。它不是个瘤，然后是那个那需要上药，然后它化验了，血常规的白细胞是27万多，刀炎症。然后患了传染病犬瘟出了一浅浅的一个小盖儿，就没有生命危险呗。现在是没有，现在的状态行，但是他有个狗瘟的初期，他就天天打针，看看能不能给他整出来。